听到定制包三个字，是不是觉得离自己很遥远呢？ Coach 从今年春天开始，在台北101的旗舰店内有提供定制的服务，而且竟然千元有找。快跟着 A 边的脚步，一窥 Coach 定制包的究竟吧。可以先选择就是要的，对，你挑选的包款，然后我们挑的是这一个 Saddle。上面的话可以选颜色，那如果灰色的话，我们就选这样。然后它是因为你是要主题扣饰，我们可以跳到这个画面来，选好颜色之后，然后可以做设计。设计的话，它有一个图案，然后三个、五个、七个那个饰钉，那你就可以在点一个之后，在这边挑选你想要的，就是设计。三心二意的 A 边后来选定了数字81，钉在 Saddle 包的正中央，是不是很有学院风的感觉呢？除了 Saddle 包之外，基本上有盖子的包款都可以定制扣饰上去。除了包包之外，指定款鞋子也可以钉上自己风格的扣饰，在侧边呢，最多可以钉上两个扣饰。目前 Coach 一共有90多种饰钉可以选择，而且每个饰钉只要750元，跟许多精品定制包相较之下，实在是划算很多呢。除此之外，如果购买除了小皮件之外的中大型包款，都可以免费压印自己喜欢的字在小吊牌上，共有14种颜色薄膜、26个英文字母、数字符号以及超过100种的图案，例如表情符号、NYC、自由女神像、闪电、火箭、电吉他、Rexy 恐龙、鲨鱼及12生肖图案等等哦。除了挂在包包上啊，更可以挂在行李箱上当吊牌。无论你选择的呢是茶香玫瑰系列，还是可爱的主题扣饰，都可以打造出具有个人特色风格的包款。快点跟着 A 边一起来试试吧！创刊17年，一周刊精锐采访团队全面攻网，天天一点就爆，重点绝不漏掉。每天下午1点，官网、APP、FB、LINE@ 同步引爆。